肖战在罗马斗兽场拍照，黑色大衣与古建筑相映成趣。大波奇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肖战近日在罗马参观了著名的斗兽场，身穿黑色大衣，低调而帅气。他在斗兽场内外拍摄了一些照片，记录了他对这座古老建筑的感受和想法。肖战表示，他对罗马文化很感兴趣，尤其是斗兽场的历史和故事。斗兽场是罗马帝国的象征，也是人类文明的见证。他想象住当年在这里上演的激烈的决斗和惊险的表演，感叹住人类的勇气和残酷。肖战很喜欢斗兽场的建筑风格和结构，觉得它很有艺术感和美感。斗兽场虽然经历了时间的侵蚀和自然的摧残，但仍然保留了它的魅力和气势。肖战很荣幸能够亲眼看到这座世界遗产，也很感谢能够有机会来到罗马。肖战的随拍照片在网上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和关注，粉丝们纷纷称赞肖战的气质和风度，也为他能够享受旅行和学习感到开心。有些粉丝还表示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和肖战一起去罗马看看斗兽场。欢迎在大波奇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